喂，不要来个顺手牵羊啊！这些牛鬼蛇神好端端的把我给吵醒了，哼！我藏的东西那么容易被找到，那我就不用出来混了。嗯，书小小小吵。 我书小小的厨艺突飞猛进，可惜向南飞不会欣赏。喂，不要以为拿把刀对着我就害怕啊！你敢动我，我就找龙剑天修理你们。谁说我是龙剑天派来的？啊，你想怎么样？把弯刀交出来，快点！你没看见？我正在找吗？别耍花样。 我知道我的命在你们手里，耐心一点嘛。喂，找到了啊！开门呐！快点开门呐！来了，谁呀？ 有人要追杀我呀！怎么了，大哥？是谁呀？夏大哥，救我！夏大哥，救我！舒小小，你怎么了？龙家的人要追杀我。你跟龙剑天不是很好吗？龙家谁追杀你啊？不就是那把？那把什么？不是，都是我不好啊，把那个龙剑还给惹火了，他得不到我的心，所以就派人追杀我。不会吧？龙剑海虽然无恶不作，他不怕龙剑天找他算账？喂。 你没听说过色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吗？龙剑海这个淫贼什么干不出来，你今晚无论如何要做我的贴身保镖，免得龙家人追杀我。这个，哎呀，依我看呐，色从心头起的是你，恶向胆边生的也是你。喂，说什么呢你？哼，我知道你早就想接近向兄弟，可是你编的理由也太不聪明了。 啊！你这个嘴麻，你看不见我受伤了吗？你看呐，嘿嘿，就凭这点皮肉之伤就能接近我的向兄弟啊？啊，划算，划算，嘿，好一条令人发我的苦肉计哦！向南飞，你信不信我？啊，舒姑娘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啊。 向南飞连你也不相信我，我舒小小今后誓死是我也不来求你了。哎，舒姑娘，走好啊！小兄弟，好不容易才从这里抽出身来，你就别再往里陷了啊！哼，谁呀？ 谁？你找谁呀？金小二在不在啊？他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吧。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这里是铁家，又不是金山客栈，你不说出来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要紧的事啊？不是要紧的事，我干嘛要替你传话？不传话就不传话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臭丫头！ 火烛，敌方门户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到底是谁派人来追杀我的？会不会是龙剑海？还是郑开山瞒着龙剑天？哎呀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！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。好，我就赌他一把，看你龙剑天敢不敢杀我。 你把龙府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三番五次来这里撒野，怎么想吓我？有本事你打死我！你打呀！今天我就成全你！住手！你回来！放手！龙剑天，你好狠呐！舒姑娘，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
你少假惺惺的作态了，不是你派人干的好事。大老爷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开山他不会骗我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我砍你一刀再跟你说是误会行不行啊？你什么？我晚上才来找过你，客栈马上就被人给搜了，还有人威胁我让我交出那把跟你没关系，那你说跟谁有关系啊？嗯，这件东西我确实想得到手，但是如果牺牲他人性命才能得到的话，老夫宁肯不要。这么说我冤枉你了？怎么说，事情因我而起。这么着吧，你先在我这里安心养伤，我会保证你的安全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别反悔啊。开山，你就安排一下，把后楼东厢房腾出来，让舒姑娘安心静养，再安排些下人贴身照顾好舒姑娘。是啊，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舒姑娘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你是要负责的，明白吗？明白了没有？是，大老爷，开山明白。舒姑娘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哼，让开！来人，送舒姑娘去东厢房休息，小心服侍，不得有任何差池。是。哼。